焖锅不可。青椒，不可以出来焖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太阿蕊。我们这省的这盆牛肉是昨天做那个古老肉剩下的。今天我们就用这个牛肉来做一个烤肉。切好牛肉片放盆里，先切姜片，放葱段，你放盆里，一块，青椒，再加入盐、胡椒粉、酱油。再加入油，继续给它抓拌，嗯，好，花生几颗，黄豆几颗，辣椒各个几颗，八个几颗，花椒几颗，白芝麻。给黄豆倒进去，炒一下。黄豆炒3分钟，哎，花生也倒进去。花生的皮也炒黄了，哎，芝麻倒进去。芝麻也有点点发黄了，跟辣子、花椒、八角也倒进去。炒好了，给它倒出来焖一下。炒好的料放在这个小粉碎机里，上盖子，加一点盐。搅拌一下，烤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，生菜、洋芋，腌好的牛肉，现在可以开始烤了。一片一片的铺在锅里。酥嫩香口，你不是老是爱吃半分不熟吗？半分不熟你可以吃。我是光下盘。哦，可以啊。
也是要往里撒上勺，还是你要多撒？撒。真的是要剥好几块吗？真香，嗯，真香。